準備購買呢個 Walking Pad R1 Pro 嘅你，除咗擔心屋企位置唔夠放之外，係咪都會擔心呢部機發出嚟嘅聲音會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呢？今日我哋就試下用呢一塊專用線嚟做個比較啦。呢塊膠線咧就係 1600mm×220mm， 厚身同埋都幾重手噶。呢塊線咧就講到明，只係適合跑步機用，防滑設計更加能夠保護地板。我哋而家做個比較啊！用了这块箭之后，明显地将跑步机的撞击声减低，块箭的坚韧度适中。但是没有用这块胶箭又行不行呢？就如之前所说，调校好个底座其实都不太大问题，因为跑步机转动时始终都会有些声响。但如果真的担心会刮花个地板或者会嘈亲楼下的话，买多一块箭又无妨的。下次再试一下其他运动产品吧，拜拜。